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在今天请所有的投资朋友们，各位认真看完利好的电视节目，也请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把你的照相功能全部打开。我今天又要开始去做验证，因为验证是最大的诚信。我在这段时间以来，我真的非常的感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给利好的支持。各位，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各位，现在是你该做的一件事情。我分内的工作就是帮你赚大钱。我在这段时间以来，公司来了很多很多的电话，业务同仁都有跟我讲，其中有很多的电话我跟他们有闲聊过。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投资人真的很心酸，真的很可怜。纵使在开红盘500大涨560点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位，3月10号，很多人在股市里面，他不但没有赚到钱，各位，他亏惨了，真的。还有一个人真的哭哭啼啼的，亏到倾家荡产，把自己800万的房子，在南部的800万的房子拿去做抵押，抵押之后，各位，又输在股市里面。我在今天啊，我只有讲一件事情给大家知道，在股市，在台湾做股票，你要了解一个观念，你要非常的客观。我也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在台湾做股票，你不要学到一些散户在听故事比赛。如果你真的是在听故事比赛，利好，真的，我真的诚心的请你退出股市，你不要做了，因为股市真的不适合你。你自己想一想，你在这个自己的行业里面赚钱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当你赚到钱之后，你想说让自己的生活再过好一点，你才会把钱再丢到股市嘛，是不是这样？那你进来股市是为了什么？进来股市就为了更赚更多的钱嘛。那各位，既然你在股市你想赚更多的钱来改善你的生活方式，你为什么不去想一想你该怎么去做？难道你还像一些的散户，一些赔大钱的人一直在听故事比赛？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我今天请大家把手机的照相功能全部打开，我就印证股票给你看。我陈立豪跟你说过，股票它真的不要多，股票真的不要多。你看我怎么做，盘中4.5小时我们怎么进出。各位，真的，你看我四星 KY 昨天是不是出到很漂亮？我出掉之后，我在昨天马上放空，到今天我又赚50块，50块到60块。你看我的侧标，我把日期都打在给你看。为什么我把日期跟价位我都打给你看？很简单，因为我真的做到。各位，四星 KY 这档股票，昨天我跟你们讲1050附近我们获利出场了。各位，我先放空，我等一下手机给你看一下，你看看一个投顾老师真正在股市里面带他的会员光几档股票赚到，真的买车又买房，真的不得了了。各位，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各位，我在讲的过程当中，请你们一定要留下你的电话姓名，因为这支股票我现在要送的这档股票，各位，是150块以下的股票，大家都买得起，150块的股票大家都买得起。所以各位，遍地是黄金，遍地是钻石，这支股票叫粉红钻。你的号码，只要手机号码出现134789，中两号马上来电，好不好？好，各位，我现在马上验证给你看，好不好？你看看一支股票，如果你懂得来龙去脉，你会赚翻了。给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我有一个会员哦，一个会员是住在那个台中第7期从化区，台中星光三月那边嘛哈。各位，5个月之前，他在股市里面他已经赔得很惨，
赔了大概3000多万。五个月之前看到我的电视节目，看了两个月，看了两个月之后，在三个月之前他真的参加了，参加那个最高等级，就是用手机带，用赖带，有没有？还有打亲自打电话。我跟你讲，他赔掉的钱现在不但赚回来，才三个月而已，还倒赚了将近快2000万。很简单，因为他有信用户、融资券户，我一直带他玩当冲。各位，做股票真的有这么难吗？如果你在盘中4.5小时你不懂怎么做股票，各位，你会被两边打巴掌。各位，我现在用四星 KY 跟你印证一下。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今天讲的一个 真实的例子，就用四星 KY 来让你看看我怎么做股票的，好不好？好，我们不要讲太远，我们就讲这两次就好，你看看我怎么做。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来，你记不记得在3月3号那一天，你记不记得在3月3号那一天我买回四星 KY 948，对不对？因为那时候3月3号人家在乱杀嘛。各位，3月3号最低还有达到935，我又再强买一次。各位，到了3月6号我带你出，是不是赚45块？如果你买10张你赚45万，100张赚450万，你是不是落袋为安？好，那落袋为安之后，各位，我在电视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3月3号我强买的，所以四星 KY 我赚了45块。那各位，我出场了，出场之后3月6号我是不是又买回四星 KY？ 我是不是打给你看？好，各位，3月6号我又买回四星 KY， 又买在940到950块左右。各位，到了3月9号昨天冲到，各位你注意时间，请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请你注意时间，因为时间没办法篡改，也不要去作弊。我教你，我教你在看看电视节目。你看，各位，昨天9:43:28，昨天9:48:28来到1050。好，各位注意看哦，我在昨天我们全部获利出场。各位，昨天3月9号赚了100到103块，再赚45块之后再赚103块10张，103万，100张，1030万，而且入袋为安。你可能会讲说，老师，为什么你要出股票？各位请看，我昨天3月9号的电视节目有没有跟你讲？3月9号的电视节目，我说我3月6号买回的利旺赚110，四星赚103，我说你真的有相信吗？为什么你要相信？因为我带出了，对不对？我为什么带出？各位请看，当你看到今天3661的四星 KY 打下来，你就会竖起大拇指，陈立豪，你真的很棒。你看，各位，各位，今天四星 KY 打到最低多少？984。各位，我在昨天多少出？我在昨天3月9号1050块我先出掉了。各位，今天收盘收多少？998，今天盘中还打到984。好，各位投资朋友们，我现在让你看一看一个真正股市的老师，我是全市场最清流的老师，我不会去造假作弊。你看看我手机的内容，可以滑动的，可以滑动。你看，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各位，你看昨天两个字，对不对？是不是昨天两个字？3661四星手中还有的会员1050到1060短线全部获利出场，而且可以反空。各位，早上7:46，各位，昨天我已经在讲反空了。好，各位，我怕我的会员出场之后他忘记了放空，我第二通又叫。你看，各位注意看这里面的第二通，各位注意看哦，来，我第二通几点？8:15。另外3661四星950到960买回的1050到1060卖出间放空。好，各位，我已经连续两通告诉他们要放空，再看，各位，然后各位，我怕他们买那个放空不到。你看这一通，你看这一通，注意看啊，9:29，会员注意，3661的四星950到960买的，现在1030到1050，请全部获利出场，保留资金。好，各位，我叫他们赶快出场，保留资金，因为我准备要放空了。各位，我们全部出光了，我出光了，而且各位，我在早上7:00几分，你看，各位，第一通讯息是7:00几分，7:46再讲要放空了。各位，第二通
八点几分，八点十五分讲第二次讲放空，好，那各位一零五零有没有来？来了，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九点四十三分来了，来到最高一零五零，各位我全部成交了，而且我告诉我的会员，你要注意在一零三零到一零五零全出，而且兼放空。你看，各位，我不但出掉了，各位，昨天你看看，昨天你看看，注意看啊。各位，昨天最高多少？一零五零，我出掉了，出掉了，而且各位，到了今天，马上打回到哪里？打回到984。也就是说，我赚了103块之后，昨天放空到今天又赚60块。你看到了吗？你看陈立豪，你有看到我陈立豪的真的真正？各位，为什么我的会员一直喜欢陈立豪？因为每天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而且我买的股票打在侧标上，卖的股票也打在侧标上，对不对？各位，你再看看利旺，你看，各位，我同样的讲给你看，你注意看哦，各位，三月三号我也一样买利旺，对不对？各位，我们在讲开始讲利旺，你注意看，四星 KY 我印证了，你看看利旺就好了，各位，我一样买利旺，好，我们讲三月六号就好，各位来。三月六号买回利旺1920，对不对？三月七号再买一次1890嘛，对不对？好，各位，我告诉我的会员，我的会员很多人他接到讯息之后还在问我，老师可以买吗？同样的，他跟我讲利旺可以买吗？我一样跟他讲可以买啊。好，买到之后，各位，三月九号我是不是带出了？我是不是带出了？我赚了110块。我带出之后，我马上在电视上跟你讲，三月九号我是不是利旺赚了110块？全国期待投资朋友。你买十张就好，赚110万，已经入袋为安了。好，各位，我出掉之后，各位你看看今天，我昨天出掉了没有？你看今天来，各位今天打到最低，又打回到原来的1920，各位你看到没有？你看到了吗？我昨天是两千块到2030块，告诉我的会员出的，各位，同样的用手机给你看，哎，各位你拍照功能有准备好吗？给你拍照。我不怕人家拍照，全市场一流的老师，任何股票都可以做，不是只有上千块的股票，我连几百块的股票我一样可以来回做价差。各位，你记不记得我那天跟你讲3362的那个先进光有没有？我说我要空它了，你记不记得？它到120几块，我不是跟你讲你不要来追了，我说我要放空，开始放空来回做3362的那个先进光。你看，各位，你看先进光，从被我讲开始121块一路杀。杀到今天，各位108.5，各位你看到了吗？我是谁？股市一流的老师啊！所以各位，你看，刚刚你看到我在要放空四星 KY 的时候，各位有第那个那有一通，各位来看，各位昨天两个字，昨天两个字，这可以移动的、哦。各位要把这个拿掉，好，各位看，会员注意。3529的利旺1920到1930买回的人，今天2000到2030全部出场保留资金。各位，我昨天就出掉了，你看，我昨天就出掉了，我昨天就出掉了。各位，我昨天出四星 KY 跟出利旺，为什么我要出2000块以上？你看，各位你看，今天打回到1920，各位你看到吗？你再看看3661，我为什么昨天我要出到1050块？我为什么要出？我为什么要出？出掉之后，各位今天打回到哪里？984。各位，你帮我鼓鼓掌，真的。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我在今天，我真的语重心长的跟全国投资朋友们讲：如果你看到我的电视节目还不会选择陈立豪，真的，各位，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惜。我不要讲难听的话，我觉得你真的非常可惜，因为你本来就有那个命可以赚到大钱的，结果你喜欢去听故事比赛。然后喜欢去买一些，各位，小型股不是说不能做，而且小型股是因为你赚不到什么钱，既然你赚不到什么钱，你没有办法在股市里面去买车又买房，因为你要花太多的时间。我陈立豪跟你说过，我为什么要做高价股，因为我做高价股是希望我的会员还有很多的投资人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各位，利用高价股大幅度的震荡赚它的价差，来赚到钱买车又买房。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从别的投顾现在转到陈立豪这边，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陈立豪每天赚大钱的一个本事，
就这么简单。从头到尾都给你手机验证，对不对？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利豪在今天我真的很骄傲，也很感恩，我真的谢谢很多投资朋友们给利豪的支持。各位，我不会讲什么好话，但是各位，我们就看看，你看看我就用侧标，你看喽、哦，你看我的股票没有多。2月22号，我有做保雅，有做四星。好，各位，2月23号、2月24号到28号不是放假吗？我不是给你看过了吗？各位，我们还是一样保雅、四星、利旺、金星科，对不对？结果3月1号，你看。又是一样，2月24到28，五天的重播，你有认真看吗？结果四星赚了125，利旺赚了305块，金星科赚了61块，连台积电都赚17块，短线出场有没有？好，各位，到了3月3号买进，3月6号，你看3月6号又赚了95块，四星又赚了45块，3月6号又开始又买进，各位，一直到今天，真的，一直到今天3月9号，你看。对，昨天3月9号，我利旺又赚110，四星又赚103，各位，结果赚到出场之后又去放空四星 KY， 再赚60，各位，我从头到尾我都验证给你看，我不相信我这样的操作手法你还看不懂，各位，股市啊是一门学问，是一门投资学，是一门心理学，你如果愿意在股市里面赚到大钱，我陈立豪在今天。3月10号，我告诉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你们的资金只要有300万以上，各位注意听好了，你们的资金只要有300万以上，各位请你来找陈立豪，我希望我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看一看有没有办法让你赚到3000万。各位听清楚了，全国的投资朋友们注意听好，如果你的资金现在有300万以上，我利用我操作的手法盲点测试，我来帮你，我现在选择的股票不是只有500块以上的股票，还有100块到150块左右的、哦、各位，如果你资金只有300万，我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你创造3000万，你听清楚，你没有听错哦，有机会10倍以上，我要让所有的投资朋友们看一看，做股票一点都不难，难在你的心里面。各位，你看看这档股票，我昨天不是也跟你讲我要先出了吗？各位，2月24号买的金星科有没有？各位，我为什么3月8号我先出一趟585到587？为什么？你看，你注意看，如果你在580几不先出，各位今天打回到最低548，收盘555。各位，离我3月8号出的价差已经差了50块，已经差了30块的价差。对不对？而且各位，你这个钱已经放在口袋，已经放在口袋了。10张是60万，100张是600万。各位，你听得懂吗？各位，做股票没有很难，只要你真的很客观的跟着我们一起做，来回进出，各位，你就是股市的超级大赢家。我今天有一档股票，各位，我跟你强调过，我很少去送股票，但是这档股票是150块以下，150块以下。各位，这档股票，而且我直接跟你讲，150块以下，在100块左右以上，就是那个50块的价差之间，100块以上，150块以下，我已经选好了，好不好？各位，这档股票我送给你，大家都买得起，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我要利用这档股票，你只要打把电话姓名留下来的人，我要利用这档股票，各位，我一样会告诉你，有3次的机会，我会带你做价差，好不好？各位。遍地是黄金，遍地是钻石，粉红钻。你的手机号码出现134789，各位，请你中两号马上来电134789。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我陈立豪跟你说过，其实在台湾做股票一点都不难，你只要懂得心理学。三大法人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很清楚，因为毕竟我在股市已经35年了，我已经迈入35年了。各位，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你要听得懂我所讲的话。我是一个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的老师，我从头到尾都用手机给你做验证。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从别的投顾转到利豪这边的吗？各位，你知道那些人真的很多人真的很可怜，真的有够可怜的，死的死，惨赔的惨赔，倾家荡产的倾家荡产，但是他为了在股市里面再赚一些钱来养活家里的人，还是来找陈利豪。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台中第7期从化区的一个投资人吗？
五个月之前看到我的电视节目，看了两个月之后，给决定三个月前来参加我的会员，到现在他把赔掉的钱不但赚回来，还倒赚快2000万。各位做股票有这么难吗？我只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就好，从头到尾手机在验证。你看看一档股票的四星 KY， 我们已经创造了将近16000块、17000块的价差。各位利旺也是很夸张，基金科也近2000多块以上的价差。但这些股票，各位今天的拉回你敢买回吗？今天这些股票拉回你敢买回吗？我昨天出了嘛，出了之后又放空嘛，对不对？那各位，如果我陈立豪跟你讲金星科在今天各位550附近我敢买回，你相信吗？好，各位你再看3661四星 KY， 我昨天放空，今天各位我建议990之下990附近买回，你有相信吗？各位再来3529的利旺，我今天也告诉会员1900到1925，对不对？去买回，各位你有相信吗？各位你就慢慢看下个礼拜这三档股票一定赚。我陈立豪做事敢做敢当，我不会讲一些屁话，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但是各位，今天的重点不在这三档股票，今天的重点是在这一支股票，叫粉红钻。各位，这档股票100块以上、150块以下，全部人都可以买卖。而且各位，这档股票我要带你们做3次，只要你把电话姓名留下，而且要留真的，不要留假的。那股市的蟑螂也不要打电话，拜托你，我真的想帮你们而已。所以各位，遍地是黄金，遍地是钻石，粉红钻，你的手机号码出现134789，请你马上来电。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休息之后再回来。调动迎新春，188如意开运专案，让您红兔大展，福到财也到。财神专线02-851-3366，851-3366。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3366。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在股市做股票一点都不难，难在你的心里面。我连测标3月6号就跟你讲，3月3号买的四星赚了45块，已经出场。3月6号再买回四星，各位我都拿给你看得很清楚。3月9号昨天出四星，又赚100到103块，10张赚103万，100张赚1030万，给我出掉之后还打在侧标上，跟你讲，四星赚了103块，而且各位，手机也给你看了，我昨天就放空了，各位看到没有？会员注意有没有？会员注意，3661的四星95096你买的，现在1030到1050全面获利出场，保留资金，
那我的会员问我说，请问老师可以放空吗？我说可以啊。为什么？因为我早上已经在讲放空了，准备放空，你看到没有？先放空。各位，为什么早上这一通也是一样做放空？所以各位，为什么今天会打回来打到984？各位，我又赚了60块。做股票真的有这么难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你在股市里面的初衷是要赚大钱发大财，改变你的家庭的生活，你不是来赔钱的，你要听清楚，真的。所以各位，真的无论你愿不愿意跟着利豪打江山，各位，所有业务他其实都在等你，等你的一通电话。或许你的300万可以马上变成3000万，只要你跟着做就好。我叫你买你就买，叫你出你就出，你不要有任何的意见，因为我在股市35年了。各位，另外这一档股票送给各位，好不好？你的手机号码出现134789，中两号马上来电。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假期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